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欢迎收睇由三澳门特约嘅天气报告。而家实际我同大家讲下今日九月四号天气先啦。今日咧天气酷热及大致天晴，相对湿度34%至74%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17至36度，吹微至温和东至东北风。今日质量指数系介乎21至8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嘅。而家天空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及高密度住宅区系20至10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。一般性监测站系65至8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普通嘅。我譬如话听日天气酷热及天晴，睇到嘅新闻图啊，预备一股炎热嘅空气将持续影响半个天气。跟住睇下未来嘅天气测先，而家听日天气酷热，大致天晴，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，气温系介乎摄氏17至35度。星期日同星期一咧都系天气酷热，大致天晴，气温介乎摄氏27至35度。而星期二咧亦都系天气酷热嘅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气温介乎摄氏17至34度。跟住睇下中国各大城市天气啊。北京咧，同埋上海啦、台北咧，都系有骤雨，16至31度啦。厦门咧多云，27至34度。而广州咧天晴，27至35度。而在亚洲嘅大城市方面，东京咧多云，22至28度。首尔天晴，19至29度。马尼拉有雨，16至31度。曼谷同埋新加坡咧都系有雷暴，24至31度。而雅加达咧多云，22至33度。跟住再睇下欧美各大城市天气啊。好啦，今日天报道完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